大家好，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养的这个金钱树。我这个金钱树呢，前段时间大概有十天之前给它施了一次这个复合型的肥料。那么这段时间呢，这个新芽已经开始长了，非常的粗壮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打算继续给它用一点肥，让它这个新芽呢长得更加健壮。因为这边呢已经长出了一颗小的芽如果这个肥料跟不上的话呢，这个芽可能就没得那么壮。今天呢给它增加一点这个氮元素的肥，就是这个氮肥。那么这一次施肥呢，不是直接给它撒到根部，这次施肥呢直接是兑水给它浇灌。像这种氮肥的话呢，我们只需要一克到两克，像这种勺子一勺呢大概也就是两克，然后兑上800毫升的清水，将这个氮肥水呢搅拌均匀之后呢，直接给它浇灌。为什么要补充氮肥呢？因为现在是生长的季节，需要的氮元素非常的高。只有补充足够的氮元素，那么这个金钱树它才会长得壮，这个芽呢才会长得健壮，长得粗大。这个时候氮元素不充足，长出来的新芽呢就会比较瘦弱。这里也长了一颗比较小一点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补充充足的氮元素。还有这边也长了一颗，这一颗的话呢就比较粗壮了。那么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养这棵金钱树的一些施肥方法，也希望呢这些方法对大家有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